29岁演戏，很多人都告诉我说你太老了。然后再来就是你全身都是刺青。我原来呢是演话剧的，我病倒了，大夫说你不能再演戏了，不能再动情了。每一次的转折都是一定要提升一个高度的。我还是继续走下去，我就告诉我自己，这是我的这条路。告诉我自己，我可以的。